如何来发展我们这个家禽养殖啊这个行业，等于大家一路走来都在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。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一路转型啊，那么可以讲这是我们台湾大概属于啊在农村合作社来讲，我会说大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好的标杆跟典范。好，请看左手边，吃能不能光加光加？要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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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吃。现在就不吃。正确定的地点，正确。还敢不地点？来，大家一起比个赞好不好？袁俊庄，袁俊庄，赞。奖金的发放的情形啊。这个作为说明，事实上这个是也是我们在这次禽流感，我们希望啊尽快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因为马上过年了啊，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屏东县那个云林县政府这边，就是把我们中央拨下来的这个补偿金尽快啊，这个按照原来的这个设定啊，有60%这样赶快发放出去，这是第一点啊，我们来这里需要了解的。